看起来他们就在打架，你别打了，金姐，请吧，打架来了，请吧，只要瘦啊，这样子的无啊，请吧，这无啊，打架，大师的无啊，没有了，请吧。抱歉啦，我真正无你阿卖，用细节行情啦，无紧啦，阿卖都刷落去啦，收啦，我阁来面前抢红包哩啦。我要三万去提五万去啦，去啦。来啊，你有人要食牛肉，要食啥个无？好啊，阿姐好啊，好啊，你好啊，我叫叫侬卖毛来，我叫侬。好啦，你好，你去寄一包票，阿姐，你赶时间你寄一包票啦。好啦，我知啊，等你啦。啊，你再推出门杀，照你门票拢加加，杀开你平。但先给一包，杀过你边遐拢加听，一个你看头前，这个拢加看，后边的我收起，后边，然后后边收起，快点边啊，快点你边了边啊，来打一票拢看，后来，快点边啊，放人下，对，水，啊，高汤包，正版的高汤包22批啊，好，这当然我来讲，要出要杀要安那煮，恁家火料就恁家鸡汤拢个南门保证拢足甜啊。啊，这就是你办到食八千，食一摆就是食这啊。爱食的人客，你甲我讲，唔免三千，两千就好啦，两千块。来啊，两千块。加钱好啊，你等我一下。来，然后你速度小我出一下。你啦，我讲你也袂有，你你鞋仔脱起，挂卡落去包啦。这个啊，两千个，两千个。来，两个还讲啊，阿姐你听我讲啊。来，几个你乌罗罗啊？是啊，阿姊，我讲阮听啊。我本来时啊拢袂恁济啊，我希望讲你本来时啊食一寡平价的，哦，这150块袂恁啊。啊，咱年要到啊，咱来食这少货啦。哦，啊，我来讲，今仔日招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无，我招6个就好啦，好无？我只要顾你啊，44粒，44粒，我不管你要炊，你要杀拢 OK， 包括你要腌菜，要甲人卖拢 OK。全部六个人加一人加两个，这只也是一公斤的哦。你莫考虑先加钱，莫让你开3000、2000，我卖1500啊，只也嘛7到5个啦，好不好？六个人加好，1000人，1000块，你也1000块。有人要食高汤包无？酒红包1000块，1000块。高汤包1000块，1000块。我只收了。恁听好啦，只也22粒，2个44粒，我一粒卖你25块。你就会当食到酒红包呀！听好，今仔你甲我买1000块的人客，你莫阁考虑啊！全部4个加钱了啊！看你要点评，看你要买无？4个人客，1000人，来1000块，1000块，来1000块，上面食行酒红包，1000块，1000。行啊，客客，要水就接，一条剩10几块嘞，1000上面食1000。这啥你两个？我想讲，一个人客要无1000块无？酒红包，1000啊！办道理哦，这个好物件。这个假包啊，有啊哈，谢谢，感谢，无要紧，没关系。到后尾要吃阿袂无啥哦，1盒350。350啊。想下嘛，这既然人客无出去，我就感觉想下嘛。这两个1000个来付啊，这既然3000无出去，我就感觉想下嘛。3盒够买来无？350。无要紧，来，你帮我加你收起，起，起。来，你也当我给100块嘛，收起来。来给一百收了，分了，再分了，你话不光分了，你分了，你话别，两万别，两万别，分了，紧分了，无代志，紧分了，好嘞，我处理，好啊，再20块，等4条，再20，来，好，你阿三，来，装包两个箱箱啊，赶紧给钱哦，我绝对让你欢喜的，100来，两万100块，来100块给我，我你送者100块，100块，100块100块，可以过者，来100，你免分散了，100起来啦，100块也钱给我啦，两个啦。3个、4个，两个给我就好啦。7个、8个，免算啊，拢来啊，100，钱来啊，到时来包啊，100块啊，够了没？来无100，200、300、400、500、600、700、800，剩个上来。来给我，10个、11个、12个、13、14，最后搁一个100，我包4个。过年过节我包4个，搁一个100来。来者。来，谢谢，10个，收个。10个，搁收一个16个。想我到底要卖你啥物？好啊，16个啊。减脂吧，好 OK。哪只啊？要减脂吧？流流嘛来啊！流啦！我唔找你卖东西，你上我包来啊，放过来啦。我来讲啊，我减脂吧，今仔太侪人来我点嘛啦，唔免500，唔免400，只啊买就用啊300来啊。我这条要送你啊，3分啊。来3分，我今天要来啊。900。有人要食减脂吧？无。4条。来，减脂包好，人要来无？好嘛，减脂包好，人要来无？来，边个买不起来啊？一个加100啦。
一个落来加一百块，过来一百三，兼底下最后要落来拜托我拢无啊，卖搁留车，三百块尔，这卖十块尔，这十块来都买三分的啦，三百块有买来无？来三百，最后一个百块落来留。百块，有啦，有吧？收啦，有啦，还搁有百块啊，三百百块，还加四条，三百百块啊，什么无？买买啊，三百。百块落啊，你买百块落来啊，百块就百块啊，百块啊，赶紧啊，小可代志啊，百块就百块啊，你买就一百了无？这只鲑鱼无，知啊？你买一包装了，这包是啥？我敢包啦。这一包装好二十了，你甲吹看嘛，食看嘛，超好食。有人捌买过无？现场有人捌买过一包无？非常好吃哦，口味足赞的啦。这种汤汁、猪肉的汤汁，一包二十了，三包爱无？伊也五爱无？变两百了。来两百啊！你甲我买两包，我一包都赚你两百了。两百。有人要食摊包的无？两百块。摊包够，人要食无？两百。这叫灌汤包啦，这好吃啊！这炊饺大，你买一份汤的，这真正很好吃啦。两百块，两百块买来无？哎，老头子啊！两百块买一份，两百汤包啊！两百啊！这够好吃，两百块买来无？两百啊！两百。叫恁买八十来份啦，我还讲无买一百四只，我买来一百。两百啊！有人要买一百的无？两百。一百，好唔对。有人要买一百的无？一百啊！来，多谢你收。收。给谁了？给个，收收好。是啊，你可是搞这个了？你搞要食毛蛋？毛蛋来买一个无？你毛啊，这毛蛋买过卖了，这卖干嘛卖毛蛋？毛蛋恁退兵食一个啦，三百五包要啦，这小哥好食两包嘛。来两百啊！毛蛋一包，毛蛋两包，毛蛋三包，毛蛋四包，毛蛋五包，毛蛋六包，两百了。够两百只毛蛋哦，四包啊，五包啊，六包啊，两百够一只啊，两包啊，两百块嘞啊，哎，两百哦，是迄个碰巧要叫的，一百了，一百了，两百啊，一百块试试看看，一百块，多钱啊？一百块两百只嘛，一百，一百，一百块会来无？哎，一百，美女不要，喏，一百块会来无？套贵了，当只一百嘞，哎，一百，有啊吗？我做什么来创一个创目标啊？你敢要着创目标？创目标一千块钱，其他大家吃拢无，你着创目标敢袂？好啊，好啊，来，我创目标。你要食这个鸡翅啊？你先买着，一包十支台湾的鸡翅，这大支，一支我喝五十块的行情，喝卡四个至到六十，一包来六百五八，拢免新价钱，两百了。来两百啊！炸鸡翅，一包上好吃，两百啊！来两百啊！一包真正好吃，帅哥你相信我，一支鸡翅啊，这大支二十块，这免考虑啊，够好吃。哎，两百，两百了。来边啊，两台啊。来两百块。哎，两台。真贵了。美女你要吗？没事没事。谢谢，多少钱？袋子。我告诉你，这要冷包冷包，谢谢。这要冷包冷包。我今日去家庭拢无机会表演啦，无个做出来啦。我来拜托个啦，搁两个人客啦，两包啦，还无啦？来两包啦！卖去留这两包啊！收啊收啊收啊收！两包啊！你怎么收啊？之前个做快处理个哦。我今日回来拢无去啦，你袂去？好啦，我先袂去啦。啊，今日你过来，我今日过来，这支鸡腿你吃看卖啦。这支我最近卖了足好个啦，2023年的12月19号，当我送来我的工厂，当我做出来物件，大支个啦。这支就是牛肉量个啦，这大支个鸡腿，这大支个，一个人买就当个啦。我发你500外买啦啦，新价钱个啦，这支色个啊，全色个，你当个用我小食一个啦，三百来啦。哎，三百。三百怎么只？三百啊。三百好怎么只？三百。可是我来讲哦，这支鸡腿你一定爱买吼。哎，三百。这支鸡腿是上十大支的啦，一支二二，两支二二啊，三支二二，四支二二啊，五支二二，六支二二啊，七支二二，卖500，卖400，三百怎么只？三百只啊。你今日老敢买三百，我加一支啊，我加两支啊，我加三支，这全部十支啊，你唔免去看了，头前啦。来两台啊。三百啊。哎，三百啊。十六分啊。十六。三台啊。哎，三百啊。老板，三百，是光景好啊。现在多少钱啊？在边境啊。来两百哦，来两百，谢谢。够贵耶。再一个。多少钱收元？还有不要？我阿东够麻烦，我一个人过三百哦。哎，三百啊。吃大鸡。好甜啊！好甜啊！好甜啊！
然后修了一节了。是的，到这样。三百呀。对。够了没有？无三百。大家，我是家己的好无？那你要套下边。我套下无变吼，做啊好啊一个吼。我跟你讲哦。这个给你拎起来两个当杯汤吃好吗？三百够了，我你叫咩？三百啊！三百哦！你这拢来要退兵啊？好几分啊 ？OK 啊，来，我来收一下三百的。啊，谢谢。哦，今天来了，准备收不？收啊！好来。阿姨，你啥买两份？你有听到讲囡仔爱食无？搁套落去啊！你阿妈是啊，我咧偷食，我拢不爱讲话，因为我不爱讲话哦，嘴乱，啥物我拢不爱讲话。哎呀，咱拢不爱讲话，咱顶巴巴了，你还困着？我咪卫生爱顾呢。你讲我咧偷，我唔讲话。来，谢谢。来三包。三百啊，还给你多少钱啊？最后还一个三百。三百。好了。